好，在这一个影片开始之前，我必须郑重声明，我真的不是恋童，我真的不是恋童，来进片头。今天呢，碧蓝航线呢，异色格复科了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。那为什么要先说自己不是恋童呢？原因是因为今天出来的四艘船啊、应该说三艘是待会要造的船呢，都是，就是比较危险一点，比较危险一点，比较可爱一点啦、比较可爱一点。我们先来看看造型，造型的部分呢，今天只有两个哦 ，U47 跟 G25。这一艘船真的长得像焦土，真的超像，真的超像。先万洗一下我昨天的100%没了啊、今天就算三艘都拿到，四艘都拿到，也不会到100%了。因为还要加了一个新的天道船，我昨天是100%，我昨天是100%。好，那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重点叫做我不够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指挥官真的没有了，我真的顶不住了，我的金部里跟子部里真的不够了，我金部里剩三个，子部里剩13个，我真的不够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个 U47 呢，必须要造至少两艘，紫色的 G25 跟那个 G35 至少也要各造两艘，不然我真的不行了。是吧，两艘各造两艘，我一艘要四个子部里，然后我现在缺16个子部里，我有13个，所以我要三所以G25跟G35至少要造到，加起来要5艘，不然子部里真的不够了。那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，因为所有的船都有在练，虽然大家都在罗德岛上面看到我，但我碧蓝航线可是完全没有放弃。每一次我登上来的时候，看左上角懒猫子的等级是一直有在提升，油也一直有在花。我现在呢一直在练我的船哦，现在120等的呢有这个1个、2个，然后下面还有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，反正大概有很多个。然后115等、110等的也有很多。那我已经把所有的船，除了前天签到拿到的满槽以外，全部都给突破到满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科研这里的这个舰队科技呢有7473点，但重要的还是我们得先把所有东西都拿到，所有的船都给拿到。那今天要来造的这一艘船呢 U47 呢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啊，快乐的不得了。先跟各位讲 G25 它长得很像焦兔，那 U47 呢它长得很像什么？它长得很像金木研，没有错，今天我们就是来造金木研的。完蛋，超像好不好，超像好不好，名就超像。好啦， U47 是潜艇的 U 系队员的主力队员之一啦，他的能力是真的强，然后刚好又可以配上我们上一次造的 U101 跟 U81 做一个 U 系三大潜艇，听说到现在日服陆服都还是顶尖中的顶尖。我们来造女版金木研，她的能力是她有一个斯卡帕湾之牛，她鱼雷打到敌人的时候会5秒内造成伤害提升40%，她一个顶两个用，快抽，你们越要我快，我越想慢，不要吹的，人家要造要抽的，一直吹，你们是我家阿嬷是不是？啊，你饿了快吃，吹。要吵，我他妈再吵，我他妈直接变你。好 ，Anyway， 反正 U47 这一个船呢，造到以后呢，就能够跟刚刚说到 U81 还有 U101 就直接做一个三大联动。来，目标两个 U47， 然后加总5个 G25、G23 啊、不开玩笑了，先来一个实照。我跟你说 ，U47 是11分，非常短。11分钟，基本上我们要造的都是35分啊、33分、11分钟。你就来看，2小时那就是没救，1小时50那还是没救，1小时30那还是没救，1小时，他怎么都没救？是不是又有问题的人是我？2小时啊，哪尼？不妙哦，不妙哦，不妙哦，不妙哦！完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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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担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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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来越担心了，越来越担心了。39分钟，1小时30， G46 可以哦，但我 G46 已经满了。哎，完蛋完蛋完蛋，有点昨天怪物弹珠的感觉呢。哎，
はこの。え？あんたが指揮。栄光をか。再迟到看看，一小时。嘿。あんたが指揮。ご機嫌。一小时三十，一小时三十，两小时三十。那你？其实，碧蓝航线也是有玄学的。我教你们，先点开你的邮件，看看你情人节的那一个，没有问题，按下确定，建造实照带走，谢谢各位。Union 的最新。G35一只 U47 一只，又被你们发现一个小秘密了啦，又被你们发现一个小秘密了啦，又被你们发现一个小秘密了。 这招我原本不想用的，我原本不想用这招的，又在乱交。没有乱交，没有乱交，不要乱讲话，你这样子会害我被黄标。什么乱交，好好说话。没事，你们不要用，欧洲的运气都让我来拿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刚刚那个情人节礼物，假如你是赤诚的话，你不要按哦，你会挫赛哦。刚刚那个情人节礼物只能是女仆系列的哦，那假如是赤诚不行哦，知道吗？不能哦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真的真的真的不一样。33分钟，焦兔。1936A 型駆逐艦の全25です。再来。安心しなさい、私全力で戦いますので。35分钟，再一支。指揮官と艦隊のみんな。哎，又被你们发现一招，这个真的再交下去，碧蓝航线都赚不了钱了。ロンドン級十字。哦，你看这十兆直接来三支，哎，我天哪，差一支 U 四七。台子 U47 各位观众，完美结束。G35 的这个表情啊，是不是有嫌疑啊？他比着耶，双手比耶，是不是有点嫌疑啊？哇，那个丝袜，欸，他那个丝袜很到位，肚子肉肉的。黄标预定，肚子也能黄标啊？没那么过分的吧？我真的不是恋童，我再说一次，我真的不恋童。好了啦，不要说我没诚意。今天不买魔方就要毕业，我觉得也是想得太好。阿黑眼获得一个。Hello， 我跟你讲，大绝招，大绝招。1000-7，993再减七，别太减了，快算不出来了。算版权警告啦！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更换焦兔泳装可以啊，哦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金木岩，看一下，这个就不像金木岩了，突然就不像了。金木岩女装，金木岩女装，帮焦兔上泳装，焦兔上泳装听起来超骚。好，完美到不行。我觉得其实讲老实话，真心心疼这些骗师啊，因为我造碧蓝航线的成功率跟那个抽到的时间真的太快，真心心疼骗师，真的，我的碧蓝航线跟鬼一样。你说版权警告的部分吗？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把金木岩放在那边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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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放这招。要放常用这招。好，圆满大成功，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一集 YT 不会很多人看，这一集 YT 的不喜欢应该会很多。这个叫蓝奈斯罐子，到底在那边找什么东西？叫我学学，我用了又不中。奈斯没有办法。
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看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